增加劳工的税。民进党排队，国民党做贼喊抓贼，国民党做贼喊抓贼，国民党做贼喊抓贼，到了这份话了噻，国民党的做贼喊抓贼，喊抓贼，国民党两个标准，国民党两个标准，喊抓贼，国民党做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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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假一次，周休二日放假。
没有过呢。欺骗劳工，我帮你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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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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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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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丽颖。背叛劳工，背叛劳工，周丽颖，背叛劳工，背叛劳工，周丽颖，周丽颖，背叛劳工，背叛劳工，周丽颖，周丽颖，背叛劳工，李维洲欺骗劳工，李维洲欺骗劳工，李维洲欺骗劳工，李维。现在已逐法定开会，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，请先。
团，因为请宣读上去一记录。会提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日，今天105年9月29日星期四9:04至12:1714:13停工至17:13，地点本院全选和801会议室，缺席委员林静怡委员等15人，列席委员吴景瑞委员等32人，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昼炎等相关人员，主席吴家杰委员疫情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务决定，议事务确定由卫生福利部部长列席报告，业务概况并被质询，本次会议由卫生福利部林部长昼炎列席报告并被询，委员林静怡等22人提出质询，均经卫生福利部林部长昼炎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定，一本院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。二委员黄兆顺、张立善、马文君、徐正伟及蔡玉宇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会录记录刊登公报，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。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，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。委员应要求期限者，从其所定讨论事项。一、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、公务预算解冻案一案决议，同意动之，并提报院会。二、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卫生福利部主管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11案决议，以上11案均同意动之，并提报院会通过临时。